好的，我们接着往前看，34到49。Troiani erant, paene ei conspectu siculae terrae。波特鲁伊人的话，他们是 erant, they were, paene 几乎 almost, a 在什么什么以外。Conspectu 其实是脸，或者是这个视线，换句话说是在什么什么的脸之外，是吧？说 siculae 其实是西西里。西西里的大地，西西里大地之外，换句话说，几乎要驶离西西里了，或者你也可以说驶离意大利了。那我说 ，in mare navigabant et ruebant spumas salis ager aere prora。哦，这句话稍微难点，说在大海里面的话 ，navigabant 这前面不难，他们在海里面航行，并且 et ruebant。冲过 rushed， 然后 spumas 泡沫，然后说 salis 的话，我查了一下，它其实有不少的意思。我觉得其中最靠谱的可能是激起的泡沫，然后被激起来的，然后 aere 被什么激起来的？后面再说铜，青铜 prora 船头被青铜的船头激起来的泡沫。You know, 他们 while they delay but at the exit， 朱诺的话，然而他们，但是的话，却非常非常的难受。Delay but 字面上是疼痛 ，at the exit， 他很难过，并且他说道 ，victa sum， 好 ，victa 一个完成时的分词是表被动啊，被战胜 ，sum 我被战胜了吗？我失败了吗 ？Necesse est mihi desistere。In capital, necessity 必须，对于我来说，我必须 desiste 终止，是吗？然后 in capital， 它后面没有用一个宾格，它使用的是一个这个夺格，那就是在什么什么方面，在字面上来看是起初、开头，或者在尝试方面，我必须要终止这样的努力了吗？或者这样的尝试了吗 ？Non possunt avertere。Aenean Italia， 那 non possum 我不能 avertere 使偏离，字面上看我不能够干扰谁啊 ？Aeneas 说 Italia 啊，你可以说是这个从意大利，或者是在意大利这个方面。继续 ，certe 当然了 ，certainly 其实这是个长 a。Carity, vetor, fatis, vetor, 我被禁止了，被谁禁止 ？fatis, 被命运所禁止了。Pallas aetina potuit incendere classem argivorum， 说帕拉斯雅典娜 ，Pallas aetina， 这个可能从我们之前遇到更多的时候是那个 Minerva， 米涅娃。帕拉斯雅典娜的话 ，port it， 它能够，你还是能看到一个能不能的能 port。那后面的话是一个它的完成式，说它可以 incendere 烧掉、烧毁、烧。说 classem， 没错，就是 class。不过这个 class 的话指的是舰队。说 argivorum， 说阿果斯人的舰队，说它可以烧毁他的舰队吗？帕拉斯呢 ，port it。Sumergere ipsas navis ponto ob furias unius viri Ajacis， 说帕拉斯的话，也就是这雅典娜了。然后 ne 是一个问号，它可以说 potuit， 它能够 sumergere 所谓的沉下去，这地方当然可以当一个使动用法，使这些船。那些个船 ，ipsas， 好，来作为一个强调版，修饰后面的 navis， 使那些船沉下去。然后，你可以说被什么沉下去，或者被什么所淹没。碰头啊，可以是海，换句话说，沉到海里去，或者说被海所淹没。由于什么什么缘故 ，ob， furias， 疯狂 ，unius， weary。从 weary 不难看出来，这是一个。这个属格
Weary 前面的 Unius 一个的数个版，对，没错，数字越小的话，它的变化形式会越多一些。就因为一个人的癫狂，他就把他们的舰队全都沉到海里去了。然后阿伊亚克斯，其实这个人叫阿贾克斯啊。那这地方他的属格啊，作为前面这个 Weary 的这个同位语。好，继续，Palas ipsa rapidum inem Jovis a nubibus emisit et navis disjecit et mare ventis avertit。帕拉斯的话，他自己 ipsa。哎，这回的话又是强调，是吧？跟上面这个一样，但是这回强调的是这个。它既可以去强调宾语，也可以强调主语啊。正常来说，它啥都可以，但是要跟它所强调的部分保持性数格方面的一致。比如这地方的话，ipsa，因为帕拉斯是个女神，虽然她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女儿身，但是其实男儿。好，rapidum 快速的、迅速，然后 inem 火谁的？Jovis 啊，朱庇特的。朱庇特的这个东西，在我们之前读，高卢战记，或者不说高卢战记吧，那个不是高卢战记，那个历史故事里面应该就已经熟了啊。朱庇特的火，说他立刻把朱庇特的火焰怎么样，emit，emisit，发射出去，发射了他的火焰，从哪儿？a nubibus，从云端，从云里面，et navis disjecit。并且说这个破坏了、毁坏了船只，以及呢，averted 搅动，也搅动了大海 mare，然后用什么搅动？用了一个夺格在这儿，ventis 用风，并且用风搅动起大海。Dunc palas illum verum turbine rapit et elm in saxo infixit。在那之后呢？说 Palas，那帕拉斯的话，Ilum 那个，把那个人，然后 Turbine 用什么？后面的一个小 a 是一个这个夺格，用旋风，用卷风抓起来那个人，Rapuit，有点像个 caught that man with the，好，用卷风抓起这人，并且呢，把他 infixes 插在哪儿？我们在之前讲故事的经常说穿透什么什么东西，我们用是 transfix，trans 前面是个 transfix，那这回的话是插进去，然后插在 in saxo，插进大岩石上、大礁石上。Et ego quae amplo regina deorum et soror et conjunx Jovis。Gero vela tot annos cum una gente at 而，差不多像那个 and 而我 ego 我，说 quae who 关系代词 ambulo 字面上是走路行走，那这里可以说是个什么什么身份，以一个什么什么身份在行走。说 regina 女王，然后 deorum 说诸神的女王或者诸神之后，然后。身为诸神之后的话，并且还是 soror 的姐姐，姐姐，当然姊妹都是这个词儿 soror at 以及呢 conjunx 字面上来看是结合在一块儿，所谓朱庇特的妻子，即使他姐姐也是妻子的话 gero bella 作战，字面上来看也有点像是从事，或者是这个词儿有很多很多的意思，包括你也可以说他是把衣服穿上去那个也是这个词儿。Gero 作战 tot annos 在这么多年里面，后面是一个复数版的年，对吧？宾格版复数版的年，说做打了这么多年的仗，cum 跟什么 una gente 跟一帮一个族群的人，跟一个族群的人作战了这么多年。Nunc aliquis adorat numen unonis。Nunc 现在的话，aliquis 某人，说现在某人会。Adorat 会崇拜 Numen 神性，或者有人会这个尊崇谁谁谁谁吗？Unonis 说朱诺的神性嘛，
换句话说，就是现在还有人崇拜他吗？ Est ne adequis suplex， 有某个人他是所谓的恳求者吗？再来 imponet ne sacrificia in aris meis， imponet impose 放置，他会放置所谓的献祭的祭品在我的这个祭坛里面吗？好的，这部分我们就录到这么多。